三十岁所留下来的东西，买那种贵的都穿五脚去。拄着拐杖的杨平贵介绍家中环境，笑容腼腆，带些不好意思。脊髓损伤，行动不便，加上洗肾，没体力，又得面对这些杂物，也很无奈。拍水，拍水。不要紧，我跟你讲，咱穿好穿起。啊，你若有需要，吼，咱回收厂。有啊，伊拢唔到吧？吼，咱回收厂若有捡到。志工全力动员，先把大型的家具给挪移出去，接下来徒手整理。不一会功夫，门前清理的垃圾已经堆成小山，有的人在外头整理，有的在里头清扫，分头进行。这才发现屋内其实空间宽敞，窗户清洗后阳光才能照进房。做感恩呢，做感恩师姐，这师娘师姐，这师娘师姐哦，这拢帮我一种的，帮我整理这物件。很足感恩，足感恩。脚无方便吼，啊，咱是讲内面较清清的，啊，来互伊好过年，啊，心情嘛较好。贴上春联，清爽整洁，欢喜过年。杨平贵虽然身体不好，但经常到环保站协助回收分类。志工还煮来一锅红豆汤，就像和他的情感会甜蜜绵长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慈琳、谢延辉，屏东报道。